好的，现在呢我们有两队啊，前面这一队呢是我们一念关山的剧组，后面是我们的好六团。两队当中呢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纯粹的队伍。是的，我觉得有可能很纯粹，就是我们纯，就我们是个纯中毒，他们仨纯清晰，没有这么惨吧。那么出门在外呢，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个机智的头脑，所以第一个比拼呢，比拼的就是各位少侠的想象力，还有默契以及准确传递信息的能力。是的，这个游戏呢非常简单，叫做 emoji 答题。每队呢派两人站在我们的气球下面进行答题，一个人根据题目用表情包来进行描述，每轮答题呢有两次过的机会，限时3分钟，答题更多的队伍获胜。我跟队长分析一下，因为赢了游戏我会给2个线索，对，所以呢中毒的少侠一定想办法在里面捣乱。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有的人比如说本来特别聪明，然后突然怎么在这个里面反应那么慢呢，这种人身份就有嫌疑啊，是这个逻辑。好，下面要猜题的是诗诗豆豆，要描述的是雨宁。好，来，一直说就行，不管想怎么说什么，一直说，靠你啊。哦，别！哦，来，3分钟计时开始。好，3个字的名著。《红楼梦》。回答正确。哦，都还没摆呢。第二题，5个字的歌曲名，这个有点难啊。哇，这难，这宁哥的歌，是吧？不知道，应该是宁哥的歌。哎，这是个什么号？等于。大约在冬季。记对了，第一个字是那个符号，等等你的季节。回答正确。Oh yes。下题，3个字的角色名。好。哎，为什么是这个？啊？有，你们没细看。那个什么？程蝶衣啊，不是角色呢，温彦辰。对，这个角色有个标签是戴上眼镜儿，什么彦辰，孟彦辰啊。回答正确。下题，2个字的艺人名。杨幂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2个字的角色名。龙葵是谁？他演的角色是哪一个？仙剑奇侠传。2个字。龙葵。好，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3个字的影视剧。这个好容易啊。狮子王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4个字的角色名。这个难。这个在吗？这个好难啊！这个难。哎，好，非常好。琳娜贝尔吗？回答正确。哦、漂亮、哦。哎呀！下一题，7个字的影视剧。7个字。蝴蝶用过。孟宴臣那个东西又可以用了。对，第二号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不是他。哦，这个。你把孟宴臣拿下、啊、他也可以。7个字的影视剧、哦、7个字，一男一女，然后有蝴蝶。古代啊，一男一女变了蝴蝶，可以。还珠格格。7个字。确实也变了，确实变了。不是香妃。7个字。梁山伯与祝英台。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回答正确。漂亮。对。下题，4个字的影视剧。来，专门为你们做了个 emoji， 我都看到了。步步惊心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2个字的艺人名。中间。啊，对。唐嫣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7个字的影视剧。5 4 3 2 1。哎呀，已经
经非常棒了，来掌声给他们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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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很厉害，也很厉害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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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面请豆豆休息，要猜题的是雨宁和一小芳，然后诗诗来选 emoji。对，好。豆豆感觉刚刚像上去看表演了是吧？那个格格那个 emoji 真的是，那个一上来我说待会儿有道题是步步惊心，我平时都没有看到那个 emoji 过。最精彩的是七个字的那个影视剧《还珠格格》。还珠格格一二三，你棒棒棒。好，计时开始，四个字的影视剧。一念关山。好，回到正确。哎呦，下一题，三个字的歌曲名。心。哎，蜜蜂的。哦，漂亮。什么？新蜜蜂，新蜜蜂，新蜜蜂，你的歌吗？新，甜蜜蜜。回答正确。好，三个字的角色名。哦。哎，非常好。一个宝宝，一条船。以后我的孩子叫任小船如何？任小船，回答正确。这《一念关山》里面的啊。哇！下一题，六个字的歌曲名。三。漂亮。爱三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回答正确。下一题。八个字的歌曲名，那也挺难。哎，难哎，八个字的歌，八个字的歌曲名，有一个关键的语句，找一找，给他一个这个，对，好。我的眼里只有你，没有他，是吧？超过八个了吧？哎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我。这个试试，你给他这个，对。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你你自己数数，那是八个字吗？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中间是什么？中间是什么？眼睛。眼睛是用来干嘛的？看。看，对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那个男生指着。你看见我的爱。男生指着那个对面的。真的快说出来了。男生看那个对面的。对面女孩看过来，对面女孩看过来。好，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两个字的艺人名。哇、wow、哦！两个字的艺人名。王月，王乐，王月星。两个字的艺人名。是什么动物？虎月，虎音。你唱的是什么？你唱的是。我唱的是，你是一个干嘛的？你是唱什么？歌手歌，对，胡歌啊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我唱的是中毒了，这典型中毒的。